就是你跑了哪些诊所？有传统的，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比较新的诊所。比较新的诊所、他们口头都一致，对，都是说一律拔掉，然后要植牙这样。反正有脓包就是植牙，没有其他选项。听起来是没有。张先生你好，你好你好。那当初是什么问题来我们诊所？因为当初在做牙齿矫正，那有发现有一个之前做根管治疗的牙齿，然后有囊肿，那有跑一些医院，跑了诊量，然后三跑了几家，三家的诊所就是照 X 光之后看完，就是说那这个可能要植牙，那后续就是找到吴医师这边那。吴医师有帮我就是诊断，然后打开看一下之后，吴医师就是使用显微根管的技术，然后帮我重新根管，然后又找到比较多的牙根没有未处理的部分。是是是是，就是你跑了哪些诊所？都是牙医的诊所。我知道哈，三家的，有传统的，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比较新的诊所。比较新的诊所、他们口头都一致。对，都是说一律拔掉，然后要植牙这样。植牙就是反正有脓包就是，植牙，没有其他选项。听起来是没有，听起来没有其他选项，就是通通拔掉植牙。反正只要牙齿有脓包了，这个就是不行了，所以就留不住了。张先生来的时候，我们初步诊断呐，是我们有用牙齿牙周去做探测。事实上是没有看到裂痕 ，X 光也没有看到裂痕，只是下面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小包包，对，造成它外面有脓，有脓包这样子，所以我们初步先排除牙根裂掉了，对，所以我们就是想说跟张先生说，就是先做显微根管，之前做的以前早期做的根管，那也做10年以上了，对，然后去看的医生他是有说我的牙齿。我看起来是有裂掉，对，那每一个都这样讲，三间都是这样讲，对，就是反正，为什么要讲裂掉呢？因为这样子比较好拔牙，病人比较好说，这样就是没辙了，跟根管的问题，跟根管清不干净的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是裂掉了，就是拔牙，没有其他选项。所以我们真的看过很多牙齿就是这样子平白无故就这样子被拔掉了齁、事实上很多原因啦齁，当然根管的复杂性真的是很复杂才会有显微根管的专科，所以它里面的结构啊齁，有时候错综复杂很多河流跟很多支流都交汇在一起，所以你要彻底的杀菌真的是不可能啊，可是我们就是这样显微镜下我们跑了好几次，从过年前跑到年后，治疗三四次，就是为了一颗慢慢的脓包，慢慢的逐次的改善，当然也有找到额外根管。那这颗牙齿我们总共找了，发现了5个根管，只有2个牙根，可是有5个根管，所以这可是这些都需要花时间，然后我们就是跟病人配合。当然有些人因为可能要急着出国没办法配合，没办法花时间治疗的，我们当然是可能就是其他选项可能就是拔牙啦齁。那如果可以有心想要治疗的，事实上只要不是牙根裂掉，当然牙根裂掉我们有其他处理方式啦齁。例如他如果他两只脚，我们就是把一只脚拿掉。他另外一只脚我们有些时候追踪下来10年。还是可以继续用，而且它之后矫正也可以做一些移动不会说太大颗或太小颗。那牙齿裂掉还有其他的保存方式啦齁，所以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就是赶快先做根管，先把肿胀过年前就先把肿胀的部分先做初步的处理过年也没有不舒服啦齁，然后慢慢的再清几次确认它都没有再复发了，那我们就是把它封填起来，再追踪这样子。刚好他是我们助理的侄子啦齁，对，也不是不能植牙，只是说，当然我们助理也是很好心说，
给吴医师要不要问吴医师这样子，问到想说不好意思麻烦，不好意思麻烦阿姨这样子，然后想说去几家问看看，应该就近很简单就处理就可以了。结果一出去，每一间都是说要拔掉，只有来这里说好啊，这个好像可以治疗，一直摸一摸，好吧，就是，是不是？是，对，所以我们还是做了，我们当医生就是第一个，我们先做诊断啦，只要不是牙齿裂掉，那我们可以救，我们就是做根管，先追踪，先急救嘛哈。而且是医生，病人快不行了，送到医院，难道直接送去太平间嘛？当然就先去急诊的啊，先去急救嘛。牙齿也是一样，然后我们就是找到原因，先去治疗。先试试看，当然医疗没有百分之百，我们不能说哦这个包医耶啊，好，我们不是神啊，所以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先治疗看看，我们很多方法，只要找到原因，找到问题，这样我们很多解决的方式去做处理。当然植牙只是一个选项之一，每个人的有自己的时间上的考量，经济上的考量都可以，只是如果还年轻，第一时间我们还是尽量保留牙齿。因为以后路还很长，对，还有二三十年，对啊，还有七八十年，现在才三十岁嘛，平均寿命八十岁哈，还有五十年的使用，我们不敢确定五十年，如果现在就植牙，五十年后这一颗牙齿会变成怎样？当然趁年轻我们可以保留，可以治疗，再用个十年、二十年，然后到四十岁、五十岁再来植牙。再用到三十年，我们觉得八十岁、五十岁左右植牙，用到八十岁 ，OK 了，差不多平均寿命，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比较放心了、而不是那么早就二三十岁就开始拔牙植牙，拔牙植牙，真的是做不完。等到你五六十岁，植牙本也没有，骨头本也没有，让全部牙床烂光了，真的是就那时候就很可怜。所以能够越晚植牙是越好。那第一时间还是以保留牙齿做正确的诊断跟保留牙齿啦，哈，啊，只要时间可以配合，我们就是尽量治疗，这样，好，好，有什么话要说吗？就谢谢吴医师，还有吗？吴医师很帅，好，谢谢，拜拜。